美少女可晴，我可以回家吗？告诉我那么多，你的玉手马上给放下去。啊！还没有碰到啊，还没有碰到，再下，还没有碰到，还没有碰到，来，再来，再来。我吐吐的，湿湿的 ，OK。第一个 clue， 湿湿的。你都还没有摸到那个真正的物品啊，你只是碰到那个表面。再来，再来。好像木耶，yeah, 真的。好像木耳之类的。它的触感像木耳，它是条状的。条状的东西。湿湿的，然后现在拿上来看一下是什么。